今天身穿红色战袍的就是主场作战的延边富德顿，这一次的突破行云流水的击剑挑射球进了，这球打得太对于这个世界，足球意味着华丽的游戏，但对于我们，足球是永不服输的延边精神，而对于他，足球就是一刻不停息的动力。不管胜利还是挫败，他没有抛弃过这座城市，就像我们等了15年，激情依旧。他选择成为父亲，治愈了队员心中的创伤。他选择成为军师，训育了从不畏惧的战队。他选择成为我们，证实了我们流淌着同样的血液。他教会我们从阴影走出来，最重要的是正直的心态。感谢你，让我们等来了15年的奇迹。感谢你，让我们学会这个奇迹是需要珍惜的。感谢你，让我们学会失败与成功一样有价值。感谢你，让我们重新认识了自己。感谢你，为我们所做的一切。不管你在哪里，你听到的那些喧哗，会是我们奔跑的声音，是我们胜利的声音，是我们想念你的声音。